《大鱼海棠》诉说了一个富有东方玄幻色彩的浪漫故事。撑起楼之上，春完成了他的成人礼。坐标永定，这片传承时世已存在千年的土楼，便是电影中天神的世界。方圆之间，传出中国传统家文化的底蕴深远。这古老智慧点亮亲情的温暖和团结的力量。